现在今天我们来讨论的，就征求候选人对这个提名的制度提出一些看法建议。那我想我们把这个建议公开提出来，那又何来的密室？党中央应组织抓鬼抓队，应推揪出非理性网军，依法就办。团结的前提，民调应采100%对比党外对手，避免徒增矛盾，不利初选后之整合。手机民调，民进党已经采纳了，那国民党为什么不采纳？哎，制度要建立在前面，而不是制度在建立后面。所以就是因为有鉴于过去有换柱的风波，所以这一次呢，要强力先建立制度。我也是今天华龙洲回来以后，听到了啊，这个要办下一个活动才听到，我也吓。我跟王院长见面是一个月多月前的事情，我们的结论是兄弟爬山，各自努力。